四月六号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四月六号，在美国有一个小朋友叫 Catherine， 他呢当时只有五岁。五岁呢，他正在看电视的时候，电视在演到非洲的纪录片。电视说呢，非洲每30秒会死掉一个小朋友。这时候 Catherine 呢就在沙发上呢数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数到30，他就在椅子上发抖。他妈就问他说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他就跟他妈说：“啊，非洲死了一个小朋友。”那这个妈妈呢就帮助他呢上网去查，看非洲为什么会死小孩。原来是什么？最大的原因是疟疾。那疟疾呢怎么防备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防蚊子，就是要蚊帐。可是呢，非洲为什么没有蚊帐？因为没有钱。好，过了2个礼拜，幼稚园的老师呢就打电话给他妈妈，说凯瑟琳的这个点心费都没有交。他妈就跟小朋友说：“哎，钱不是都给你了吗？拿去哪里了？”然后凯瑟琳说：“我不吃点心了。”那他要干嘛？他想要去买蚊帐，所以妈妈就带他去买了一个蚊帐。可是买了蚊帐要寄呀。结果他们上网去查，哎，真的有一个组织叫做只要蚊帐基金会，就是专门送蚊帐去非洲的，所以就把蚊帐送过去。他就得到一张谢卡，说他是历史上最年轻的捐赠者，因为才5岁嘛。而且还跟他说，如果捐10顶蚊帐，可以有1张奖状。哎，这时候凯瑟琳就想要这张奖状，所以他就把他的芭比娃娃、旧的图画书、玩具拿来卖。结果有没有人卖掉？没有，因为旧的东西没有人要。这时候他就想，如果他有一张奖状，别人也应该有一张啊。所以他就自己呢，很可爱的画了10张奖状。结果呢，第二天，所有东西都卖掉了。大家不是因为喜贪那个旧的东西便宜，而是感觉这个奖状很可爱，想要鼓励这个孩子。好，凯瑟琳这样就士气大振。所以呢，牧师也鼓励他，老师也鼓励他，他就到处去演讲啊，募款，也募到一些钱。可是钱远远不够，因为非洲有这么多小朋友需要蚊帐，怎么办呢？有一天，他就写信给比尔盖茨，上面信里写说：“亲爱的比尔盖茨先生，啊，非洲的小孩如果没有蚊帐就会死掉，可是他们没有钱买蚊帐，听说钱都在你那里。”结果呢，比尔盖茨怎么办？他还画了一张奖状给比尔盖茨。结果比尔盖茨拿出了300万美金出来支援这个活动啊、哦、所以凯瑟琳小小的年纪呢，等于怎样救了超过100万的非洲孩子。现在非洲有好几个村子都取名叫凯瑟琳蚊帐村。所以凯瑟琳，你看他这么小的年纪为什么能成就这么大的事？其实是旁边的大人要帮他。我们现在都是对小朋友说啊，你现在不要想要救人，你等念完大学再说。如果比尔盖茨他妈、贾伯斯他妈、马克周伯他妈都是这样讲，世界就是其他人的。所以我要讲说，天真是不是盲目的力量，天真其实是可以感染别人的，善良就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滚越大。所以我写信跟凯瑟琳要照片的时候呢，他就寄照片来给我，而且还怎样问我说：“你要不要一张奖状啊？”所以呢，我就花了500块美金呢，捐给只要蚊帐基金会，所以我也得了一张奖状。哦，比尔盖茨这张要300万，我这张500块美金。现在不是钱多钱小，而是我们看到一个孩子有这么大的感染力，世界就因此改变。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孩子的梦想踩碎，要支持孩子去实现他的梦想。